我现在穿了一件牛仔外套，这件什么都是我的菜，这件是我的菜，因为它这件是有点小个性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又很喜欢那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种牛仔外套。它这件还是做袖边，这边都做球裙，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跟上礼拜不一样，它这件是有一点做个性，做个性，但它也是做宽松版，也很漂亮。可以看一下它的水洗，而且我发现它的宽袖，对，做动有点像飞鼠袖，对，它是整个连到就是最下面。这一件呢非常适合就是 L 号，然后如果说你喜欢穿宽松的话，这件的话手会非常舒服。然后尤其是这个外套呢，就是如果你里面也是穿那种飞鼠袖的衣服，它也是可以塞的，里面你看超级大，它一直到这个最下面这边都是袖口的空间，就是它的袖口空间。这感觉真的穿这个拍照的话就是往后，对，然后稍微这样拉，然后让它宽松，很好看。再给你们看一下手袖的地方，我最喜欢它手袖的地方，就是我做这样虚虚，然后一边这边很好看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卷起。对，然后我自己的话呢，就喜欢这样，这样，这也很好看，而且它是短版的哦。没错，然后里面再加个白 T 啊。T 或者字母 T 都可以，这就可以出门喽。